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本期对文啪啪啪。首先是明星简讯，叶伦被曝劈腿三男后还被网友扒出林宥嘉浪费的创作灵感是他暗恋汪东城的故事，甚至死神少女被奥现剧情他也有参与编写。目前叶伦方已回应称内容不实，请勿引谣传谣。张艺兴发文回应近日中日美榜单风波，榜单见不如舞台见，不相信中国人行的可以滚远点，疑似力挺昔日队友吴亦凡。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内在美女主韩世界变脸老爷爷，网友直呼男主和老爷爷的颜好难磕 CP， 但看到老爷爷细腻白嫩的手后又开始跪求保养秘籍。不要这样了。下面则消息来自综艺圈，奇异人生范晓萱自曝与周迅的姐妹情是看完麦当娜演唱会后被朋友起哄而拜的靶子。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那个去日本看麦当娜的演唱会，然后那一次大家就说你们两个就结拜吧，然后就我们 当天就好，我们就结拜，你们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证人，然后我们就就结拜了。以上就是今天对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我是明思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